童玩具。迷你特工队，快一点啊，游乐场该没位置了。来了来了。哎，那边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正好来试试我的新实验。不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艾米和阿奇他们被怪诞博士封印成百变校巴了，我们赶快帮他们变形，解救他们吧。嗯，先来看这个，如果看的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校巴歌德吧？我们赶快帮他来变形。变形成功，校巴歌德。再来变形一个绿色的，这个是机长歌德。机长歌德变形成功啦！机长歌德出动。下面我们来变形这个蓝色的，这个是警长歌德。警长歌德变形成功，遇到坏人他就要出警了。警长歌德出动。这个是医生歌德。当我们需要急救生病的时候，就可以拨打120，这样医生歌德就会出动了。治病救人，怎么少得了医生歌德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变形的也是一个红色的，他是消防队长歌德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消防的电话是多少吗？遇到火灾的时候不要慌，一定要找消防员叔叔来帮忙哦。耶！好啦，消防队长歌德变形成功。歌德变变变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，这个是船长歌德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变形的呢？好啦，船长歌德变形成功了。船长歌德出动。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不对呀，怎么少了一个呀？哎，阿奇队长，阿奇队长去哪里了？哼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玩到这里，阿奇队长我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的。嗯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哦，我要去解救阿奇队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